好，我们这边后面就跟着主台的讯号走，你们每一把都会播。哎、欸，阿勇还没结束哎、欸，没结束，这边已经开始对了。啊，等一下，我找一下我的圆在哪里，太多事情了。好，我找到了。我们这边进到是这两个人 Eraser 打 Classic 第一把，这边地图来到这个新人类的地图右下角是蓝色的神族 Classic，比如左上角是红色的虫族 Eraser。你不觉得 Classic 长得跟哈斯很像吗？你说，我怎么转了一下，黑了一下？你不觉得这两个人是长得基本上一模一样的吗？他们不他们两就个都是神族的模板呢、欸。神族本人吗？那他们两个都是神族本人，然后头发就被火车烧到了、啊，有没靠有？有背没有那种感觉？对，两个人一起去被火车烧，然后眼睛也戴那个圆圆小小的，然后对不对？都有跟卡拉连接在一起的那个特征。难道是我错觉吗？肯定不是，所以你也这么想那确实。？OK，我知道我不是孤单一人的就好了。我们很对一下时间，怕这么久没用。我现在57585901等等这，等，那你继续念，继续念。五六。好，我慢你零七点五秒，八九十，我慢你零点五秒。你慢我0.5秒，那我按一下，好，应该可以。这边又在秀两边的键盘滑鼠Eraser，这边我是希望看 Classic 晋级啊，但就不知道为什么感觉 Eraser 会赢，所以不好你说说。他看起来努力一点吗？对，他看起来努力一点。但 Classic 刚刚他现在已经，他前面几轮已经证明他的实力了。击败了嘎姐，对不对？击败了 Nightmare。没事啊，他们现在胜负压力还没那么大啊。是吗？我有个朋友，有一年好像就是在胜部的 Qualify 输了，然后下去在败部的 Qualify 也输了。你说的那个朋友是玩神族的吗？我应该没有记错吧？应该我有是，记错应吗该是没有，应该是没？OK。所以我跟你讲，能赶快出现就赶快出现啊！有。哦，卡住了吗？啊，卡住了自己工兵，两只。转转转，对，还让你盖了一个包子塔再取消，转转转。有人爆了一波哦，爆了一小波狗，等一下要出来压一下，但应该也压不到东西哦。这个鸟蛋，你看以雷德智商，他根本不知道人家三阶梯开在下面。不可能吧？你看嘛，他是不是到现在还在把狗放在那个地方？你就看嘛，不可能这么天才吧？你就看嘛，他到现在还不知道啊。你看，再去二框看一下。有啦，他下去看的啦。他都已经这个进度进了，去，有个洞可以进去，真开完了，心。这个智商，难道智商堪忧的是神智长子这边？确实。他没有想到对面真的会这样子冲进来，我怎么哎，觉没事啊，全部杀光了。我怎么觉得这个画面是不是这张图常会出现呢？没有了，全部杀光了。啊，你是不是亏？哎，没有，不对。他有杀两只他教亏师，了，对啊，他杀两个教师，但他亏了16条狗，是不是？哎，好像没那么多，十四十二条，条，十二到一十开四，始是四条，一开始是4条还是2条？应该12到14吧。好，这边哦，要走这个闪追闪电的打法，
哎，先知，哎呦，三个，哎啊啊，除歪不，我还奶一口哎，可以啊。你知道奶了那一口以后，那个先知是怎么抽都抽不死那只工兵的吗？因为那个工兵会回血，会一直回，对，会一直回，所以是奶不起来的。完蛋了，我怎么有一种要被蟑螂后虫爬死的感觉？虽然说这个二本有点慢，但是以雷泽看起来就是给人这种感觉啊。把那个正面，正面虫他接一接，然后石头敲了直接爬过去。对啊，他看起来就是那个日本啊。嗯，他在开气。没差，这个气开了三只工兵当六只工兵在用啊。确实。那怎么隔壁阿勇还在打？隔壁不想退啊！啊，这 Classic 这个四矿也顶正面呢，我看凶多吉少。我看是凶多吉少啊，可以吧？我觉得顶住可以吗？他在这边守反而好一点吧？那你要他有下东西要下好下满呢？对啊，就下好下满就好了。看，你看他剑子学都想好了，我操，也不屌。啊，对面还走赤蛇狗毒豹，啊，我闪电呢，大哥。好。OK， 进入到我这张图最不喜欢的画面。我跟你讲，这张图这个神之上打唯一一个解，你现在去跳大龙，然后慢慢慢慢跟他打。啊，牵制 ，nice， 他把哦，没事，我想说他把后虫压死，他把后虫压死。那如果那其实他会把你挤开，他不一定会把你压死。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真的太多东西，他挤不开，他就会把挤不开的东西给。压死！好，转一个这个赤蛇狗毒爆，那待会就要考验这个闪电的功力了。而且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先知剑刚升天了嘛，所以他其实视野上是有点不够的。而且先知其实打中赤蛇狗毒爆，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中很多的大便，就是很多的陷阱，去限制这个狗毒爆的发挥哦。把这个石头都给拆一拆，爱摩牙，他要发疯了，有人要发疯了。那摩牙，摩牙一个，啊，让你们看看 buff 过后的赤蛇有多么的厉害。我是不相信啊，又不是，又不是免疫闪电、啊、哦，不是啊，可是他更好甩啊，这个甩得动吗？哦，这边我跟你讲，现在赤蛇。甩的那个手感好很多、啊，只要你是操作得动的。哎，有，什么意思？先找一波毒爆吃，可以。滚珠都还没好，就想要滚在人家脸上。他本来想算好的，就是毒爆开滚，撞到脸上，但没想到已经先被神珠看到了。开始要打一波啊，打闪追，再烧闪电的一波啊。啊！人家赤蛇狗毒豹也准备想打你一波啊，哦、大哥。这个不出门，对不对？神族不出门不会输吧？出门感觉很危险。你说的没有错，这个你被夹一下就没。这张图也不是那么难夹，你走再走进去一点就要被夹死。去换家，去换家，换家。哦，换了换了。进来。那对方又没跳三本，你有什么理由出门吗？啊，没跳三本，你这个毒豹。哦，这个闪电，这毒爆其实有点送哎、欸。他、啊、出门嘞、欸，我感觉刚以雷神那个毒爆有点送哎、欸。这个互相伤害好像神族得力哦，得力吗？闪电，得力的一天。毒爆又在送，以雷神有点控不太来。哇，我觉得有人把自己红尘跳把自己 A 死，所以就从此把自己 A 死。闪电还有，我现在好希望，他后面刷的全部都是叉。但他看起来是连角速都没有，在电有没有？跟你讲，还不好说。神珠，我跟你讲还不好说，神珠不一定赢啊。他快没闪电了。他这没闪电之后，这些东西都是被赤蛇给操作的、啊。我再电一把，还有一把，还有一把。啊！你看打不过赤蛇了，老干。好消息是，虫族也没多少工兵，所以他现在只要忍住，而且。上帝视角来看，虫族没有三本，
所以我跟你讲，他现在忍住，等下一波带闪电。对啊，过分一点就是带个灵镜去重组主控，刷一波叉，刷一波这个狂战士，一波直接带走。主要刚刚以雷泽那个正面，他没有控到他那个毒爆，全部拿去撞在那个嘴裂上面，一大堆毒爆全部撞嘴裂，撞那个三四只而已。开始个尿性就是各种一波、啊。哦，难道我天地上遇到那个一直打一波不打机器的就是他吗？我这么逼，突然豁然开朗，找到了，就是你。我原本以为那是夜蝶，难道是这个家伙？不好说，我们多看几把才能知道。你要确定欸，这个神族是大烈，你在跟我开玩笑？这个同族就没有转兵。帮助没三本，没科技，他没也没有经济啊。对啊，这次的狗毒爆，你被这个闪电，等一下这个闪电再续起来，这个 A 这边 A 过去，你根本处理不了。我跟你们讲啊，这些刺者如果是光头哥，那这把还对不对？那确实，如果是那个、啊、如果是那个又硬又强，那、啊、如果是这些刺者都是光头哥带一些医疗艇，我跟你讲，那个画面不好讲。但这些刺者他们是海爪。大家有没有看过海爪下场？海爪就是上来看起来好像厉害，但是闪电电起来，电烂，后面还有四把、啊。再跟我说大烈，他连追猎都站在自己的店里面。他自责狗人马去换家，结果也回来了，也回来了，想包闪电毒爆，哎、欸，毒爆想去撞，还没撞闪电，那更不可能撞得到、啊。刚有刷狂战了吧？这个时候刷狂战就好了、啊，干嘛还刷追猎啊？狂战走出去不是就赢了吗？走过去贴那个刺者，啊、四个狂战是 A 上去，哎、欸、哎、欸，大哥大哥干嘛？跳得怪怪的。我大哥，我这要不是优势够大，我这么跳真的是会死的。怎么感觉？看那个刺者很强哦。怎么感觉跳一跳？那刺者只要没闪电电到，其实很强哦。我说的工兵，他没有闪电，还一把电出来，哇哇！这一发大的，好了，没了，没事啊，狂战出来就结束了，狂战出来就结束了，拒绝，哦，那个 classic。猎身上啊，对啊，就那一波撞的有点烂，不然他那个毒爆如果留着回去包，感觉应该是屌虐、啊。因为其实 Classic 那个司机地你根本不用毒爆、嗯，感觉也猜得掉，你就赤蛇带狗去把那个换了，然后你回来包那一波。相当的可惜，用人尽玩奔雷手。还是吧，这不是机操吗？对啊，这不是机操吗？这不是身为一个神族的机操？
有右上角是红色的重组 eraser。Eraser。这些 Pro 的真的在 FA 的应该没几个吧？只有特殊你不情要乱讲。况，只有特殊情况才会按吧？我有个朋友说，那些人族每个都在 FA。你的那个朋友长得像神族吗？我那个朋友长得不像神族，是另外一个，是他离这个长得像神族的那个路上越来越远了，越来越圆润了。他是应该有拿过冠军吧？我看一下。2019艾菲卡 GSL Super Tournament 冠军，2018 Super Tournament 冠军，然后还有什么？IEM X 是第几届？第五届啊！深圳4-1 Party 冠军，2015 SPL Season Two 4-1 Dream 冠军，2014 GSL 哦，他还是书本的那个背景板之一。2014 GSL 决赛4-2输冠军，哎，那个时候冠军 GSL 冠军有多少你知道吗？7万呢，69,000美。69,000美，那很那舒服，他那一届打赢数有69,000美，真是舒服。太优秀了，各位。没事啊，但你要想想另外一个拿了十几次亚军的男人。干嘛？他最终还不是在 IEM 拿了冠军？啊，确实，但他，拿到就人满了，好但吗？他的亚军的奖金也是很可怕。你知道吗？那确实。那我就问你嘛，拿10次亚军跟拿一次冠军，你要选哪一个？还是你说？听起来拿还是你十要说？看哪个钱比较多？听起来拿我十次选亚军钱。比较短了。然后说我没有要说我要选钱多的那一个，没有，很有道理吧？应该是选钱多的那个吧？确实。对的，这是才最实际的嘛。哦，这边公诉教室，公诉教室。哦，士兵攻速教室啊，这个东西打理论上打欧洲人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个东西欧洲神族很爱用，你说的所以是理论 Max 上，Pex？对，理论上欧洲神族、欧洲的神族对这套打法是非常熟悉的，但有一个例外，有一个意外就是，伊雷泽这个人啊，他打游戏是闭着眼睛上来 SD 到底的，所以他有可能，你知道，就是一个不小心就被一波带走。那也确非常有实。可能，哦，不过他下蟑螂班子啊，上了，因为他还是公民在睡觉，这是什么意思？让一只，还是他这个要打法，下第二个蟑螂繁殖场？没有，这个打法太好守了，哦，主播你非常厉害哦，他真的想下主播优秀哦，主播，太优秀了。哇，啊，东西还没好哎，啊，不过这一波第一波教室也没有很多，哎，不对，后面又来。4、7、11十一个，只十一个来了，哦，先上来吃一个后虫吗？很怪的，哎，哎，异化虫，哇，他异化虫操作有点问题，取消，哇，他操，又，哇，差他异死化虫回家又被洗了一波，没事，要死应该还是有难度的，破铜够是多要，啊，可以扛够久，他飞上去，要进去。飞上去，哦，而且主矿，哇，这个主矿的连续技，啊，蟑螂出来了。这边在飘，就是继续的给压力哦。主矿，我三个教室还在控，哎，二矿哦，哎、欸，要被要顶把主掉矿打了，掉了吗？好像可以，哎，他没有硬点，他走掉，应该是没有办法硬点。哇，主矿哇，他还操哇，作，三你个有就看到下，吗？哦，而且全部那就三个围在里红色面的教了，室其实在围在里面在搞，没有办法都要造成伤害啊。哦，死了一波狗哎、欸，一整波狗，再站起来，再站起来，啊、哦，他直接去哦，好二屌，矿了，
去二杠，去二杠。可以可以，杀九个，我觉得他现在教室比较怂，等他猎光球来啊！哎、欸，教室啊！啊，哎、欸，他没有那个、欸，他没有吸的那个嘴型、欸，他只有啊、欸，他没有吸、欸，哎，哇，这个人品性非常的良好、哦，他平常是不骂脏话的，各位，相当意外。埃及是有，我看起来那个嘴型没有。没有吧，应该是没有吧，应该我看那种，但又有一点，我看那个重播又有一点像他是，其实是有，但是因为他嘴巴的关系看不太出来，不是应该没有吧，应该没有了，不太确定。哇，那掉了这个灵镜，前面挣的都不算数了，都不算数了，主要是那个人就掉虫族就没压力了，嗯，而且他下一波的进攻也来得更晚了。哦，看到出门，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就是去炸后城就对了，哎，炸不到其他东西吧？合理来讲，我说，有人也可以炸蟑螂啊，但这个人，哦哟，他矮一点，这个人是有可能的哦，很多哎、欸，很多哎、欸，这教室很多哎、欸，然、欸、后被进去硬飘进去，然后把那个二级力点哎。欸哎，这样可以飘吗？上吗？上了，上了！哇塞，是可以这样飘了吗？大号虫，大号虫！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他飘的有点过分。是吗？人家刚教师没有，我跟你讲，他刚教师如果是有集我后虫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但他看起来是没有空去控那些有的。而且主要是他刚刚飘进去的时候就被切成两图了，他也没有。我跟你讲，一次飘一个。我现在看这个 VCR， 他刚刚有五六个教师在发呆，因为他是往前移动的。哦，所以他五个教室是完全没有输出的。我、哦、这边杀了一波工兵回来，好像又可以了。在里面出巨箱，等你来推。好像这个局面又可以了哦。哎、欸，大哥，球！哦，再起来。哎、欸，过分了吧？这什么意思啊？这样子都想炸、啊？人家这么多东西在下面，能不能给个尊重？没有嘛，这就只是我打你一下，你打我一下那种感觉。反正不做白不做嘛。不打白不打，啊，真的打出来了就哦，好爽，赚到了。你说的是打出来哦，好爽，赚到这样吗？你说的没有错，报告是，报告两颗球来杀蟑螂了。哦，这个顶不掉，哎，快逃！哎、欸，他再起来了，他怎么再起来了？啊，他这个是善良的球。那这是善良的猎光球，那这是善良的猎光球。怎么会有这么善良的东西？有，而且这一把 Eraser 有跳三本、欸，什么感觉？神族还是不，神族还是没有很好打。这把如果是我大 Parting 来打，这把已经下一把。说这个局面，直接追猎闪追 A 过去，180 A 过去 A 的你不要不要的吗？有种你变毒爆，有种你用猎光球。哎、欸，在、你看他的猎光球就是存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来炸后手，很明显。哎、欸，来了，先清点虫胎，然后逼虫族变毒爆、欸。他没有，等一下，虫族没有兵啊！他只有14只蟑螂哎、欸，虫族有兵啊！他只有14只，而且卡人口抓不出来。没有，他因为刚才变毒爆了，所以。哇，这个立场美如画，哇，但是有洞，洞呢？哇，洞！哎、欸，但这里有赞助吗？这里有赞助吗？哦，有赞助，赞助，虫族输出不够，虫族输出不够。那个下面有洞嘛、啊？然后再加上刚李雷子在正面砸一个火，对，毒爆滚进去了。哦，就是2-0，对嘛，所以不是我打不过那个 Classic 嘛，大家都打不过，正常，对啊，大家都打不过啊。你看 Classic 还是有点强的，
吃到广告了啊！不对，现在跟他们讲，张志，他们也听不到。张志，张志，哎，我以为是教练来那个了，又有什么问题了？你的椅子也有问题是不是？没有，那个看起来是裁判主动去找他讲话，还是跟他说你有没有休息？没有的话，我们要下一把喽。这两把太快了，不需要。他现在可能很愤怒，战我都能输。神助本人，为什么感觉Eraser这个越练越巨的感觉？他连脸也在跟着变大的感觉，脸也有那个巨的感觉，是不是？对啊，你不是脸吗？脸也有吗？确实，这是我的错觉。他以前比较稚嫩一点，他以前很瘦，很稚嫩的，对。我觉得 IEM 应该要出一个付费频道，就可以让你点选各个摄影机的视角，让你看你喜欢的选手现在在干嘛。那我从下面拍上来的吗？没有，你要求太多了。总之要有桌子下的那个视角吧，毕竟桌子下一直都有个传闻。付费内容啊，就是可以看选手第一视角啊，对不对？确实，对不对？可以看选手第一视角，然后还可以看就是我们在现场架的一些摄影机。那个选手现在在做什么的那个画面，对，诸如此类。那这样他们可能得另外做一个页面。很简单啊，他以前 Overwatch 不是有做这种东西？是 Overwatch 吗？还是 M 那个叫什么？没有没有 ，MLG 啊 ，MLG 好像有做这个东西。那那个英雄联盟之前不是也有吗？应该是寻找第一视角，应该是有人做过，没有，但还是效果不好。感觉应该是最主要他还是想把流量把大家留在主台吧。毕竟有那个是，毕竟有那个最高人数的那个数字出来。那不然就是像 Apex 那样啊，就是大家自己开一个，一人开一个，对啊。他们怕他们电脑修太久，你知道吗？根据这个 IEM 的优良传统，啊 ，Intel 不是应该电脑好棒棒吗？怎么知道？每年就这个比赛电脑问题一大堆，也还好吧。星海其实还好，是英雄联盟一大堆啊。确实，而且英雄联盟因为他们那个游戏写的太好了，所以一修可以修一两个小时。对，啊、英雄联盟还是那种。你中间挂了，就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做。星海还好，你还可以接 RB， 还有几场可以看。就跟你讲，早餐先买好了。这场结束还有三个波舞，早餐先买好，先去看看家里附近哪个永豆还有开的，先去买一个。永豆不都开24小时吗？没有吧，有一些4、5点开的。不是啊，你现在开的就是会开24小时哦。对啊，现在还开着的，太好了，最好不会很下班。Nice， 听起来又是 VC 开、欸，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今天打完的人进16强吗？不是，是晋级24强。24强现在已经有20位选手在楼上等着，就是今年排名最高的。20名比较努力的20个人，对啊，现在是就今天打的是比较不努力的那16个要争4个名额，然后进去跟那20个比较努力的人一起打24强的小组赛。那24强的小组赛非常刺激，是循环，所以就是6个人每个人都会对到，然后取最优秀的12名选手进入到这个季后赛的环节。反正简单来讲啊，这几天每天都是到早上啊。
简单来讲啊，这几天每天都需要各位进来帮我们支持一下我们的收视率啊。然后那个 YT 点开点个订阅，还是明天开始我们就在 YT 见，这样子还有收益。这是不是一个大胆的想法？那你就两边都开着不就好了吗？那也是可以。就两边开着播一样的内容不就好了？OK，又是公诉教室，然后 Eraser 一样哦。其实我觉得他蟑螂繁殖场都是偏慢的那种。哎，来了，第一次讲付费内容，各位赶快看，赶快看！现在不看，待会没得就看是了。因为没有付费啊，所以他只给你几秒啊，后面付费的要解锁，解锁才有更长的、更完整的观看体验。你看这个神族，就看起来第一次讲看起来比较厉害，不觉得 就快很多吗？你说跟谁比较？你看，第一个快很多，第二个他的快捷键瘦了很多，看起来就很厉害，看不出来吗？确 实。对不对？他每一个快捷键都有设定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对不对？然后视角又快很多，然后一直在那晃晃晃晃，对，晃到哦，没事没事，差点就上去了。哎，又来，哦，这个套路其实。很厉害啊！啊，来了来了，啊，进来，阿狗在吗？看这个蟑螂，哇，找 report 吗？卡一个位置感觉。，recall 可能死更多，就换不到狗。哎，但主矿杀工兵可以哦。开杀，哎开杀。呦，啊，全部死完没事了。没事没事，但我觉得我换到异化虫还算可以接受，而且你看 Eraser 工兵也有死，所以其实我觉得是整体来讲是可以接受的。你看 Eraser 剩32只工兵。啊，还在死哦，还在死哦。继续点，现在主要是这个人机处理不掉啊，这个后虫过不来啊，后虫在哪儿？你妈在哪？我来了，他趴在路上。就是怎样，一样的剧本再来一次哦。不可能吧？哇，剩一滴耶、欸！哇，但你敢在哦？哇，你很勇敢呢、可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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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哇，一滴，真的是最后真一一滴滴。耶！哇，你很勇敢呢！生一滴，他告诉我们各位，你看他编这么多队，还不是 NF，他就在 NF 水逆临近才会飞那个回位头置。了，对啊，我有问题，哎，请说，他的那个三基地有歪有没有吗？歪？是不对啊，是？报告，我等下看一下，小地图看起来是没有。我感觉他右边很宽呢。等一下，两个球出去了。哦，但对面有人要来先自己哎，来遇自到杀了，一遇到波。了，干死他！好像有歪，好像有歪，好像往左了一格。我觉得是往左一格了。哎，炸到炸出来了！哇，蟑蟑螂螂全死死了！啦，死光你看光伊啦，雷神再那个来！脸，你看伊雷神那个脸，啊，好他刚刚已经那个了，已经有那个表情了，了，好了，便秘的表情。下一把，下一把啊，没有下一把啊，下一把你就要下去了，不好意思。没事啊，他可以去拜泽族。确实，反正那个小人教三室，矿也踩不到，歪不歪好像没什么差，知道吗？要进去了，好差啊！怎么要进去了？进去教室要进去了啊！真的进来了，烈光球再来，哇，这怎大么这后么，虫，哇，这炸！东西哦，好这么爽！厉害哦！哎，烈光球再起来吧，再起来吧，哦，不再行啊，太起惨来，了，不敢再，进看太也不惨能看。了。哎，下车！掉了啊，没关系，没关系。recall 吧，recall 那个球，大哥，快点，雨扣再不吧，recall 回不去两了。只后筒在慢慢搓而已。哎，我哎呀！他，没事，我跟你讲，优势够大。妈，等一下不好说嘞，不是，现在观察一个点，他会不会被一波捅穿？不是，还有个点啊，他如果营运，他那个三高是歪的。哦，没有，他剩三，不是你那不是剩没三出差门了，了，他剩三出差没他现差。在六十几只工兵可以可以可打是，他现在问题是他会不会被一波捅烂哦？我跟你讲，那一炸真的是会改写历史的啊，各位。屌炸天呢、欸！哎，不，你看，我就叫他 recall 呗，不 recall 那天打自己人，内鬼。完了，二矿没有电池。哎，他打不过这些东西吧？
啊，进去了。啊，没事没事，有个巨像，有个巨像，工兵 A 一下吧，帮忙 A 一下。有个巨像，有个巨像。讲道理，有个巨像，那些狗应该是问题不大。工兵帮忙 A 一下，工兵拉好就好。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没事没事没事，大家不要紧张，狗解决了。现在就是正面的这些蟑螂、火蟑螂，我们靠一个看有没有超级电池。一个就像烧蟑螂的故事啊，各位。都烧没过几年。大哥，你要不要按一颗球啊？其实现在有一颗球，好像比你们去上来好。哎、欸，有没有走？哎、欸，然后走上去。上去，上楼，上楼，上楼喽！烧狗啊，大哥。上楼喽，上楼喽！哎、欸，好像锁住了，妈，他中火了。哎、欸，再上楼，再上楼、啊，上楼，上楼，啊！也是他太忙了，他太忙了。沈醉快好了，沈醉快好了。不是，现在守住。没有巨像啊！现在守住啊，守不住 啊, 啊！真的是那一炸改变历史了，改变历史的一炸！天哪、啊，要炸天哪、啊！真的、啊、，Oh my god！ 超级电池被点掉了，然后怎么开下面？啊，这后面有一颗更安全的，为什么开后面那一颗？哇，这真的是以雷者这个。那也是鬼门关前走了，是捡到了。这个不知道跟刚刚哈斯那个跳上去把这些全定了，哪个比较屌啊？我的天！大不要慌，大不要慌！哇、啊，你走这你不就没有打算要回家了？你不要管他，他是把人家的兵，对不对？啊、他女朋友真狂哎，到这个地方来。你看他现在是走回去了吗？移情换位，他现在是走回去了。那你要不要走上去嘛？我就问你要不要走上去。然后你看他还在 micro， 他还在那 micro。不是，他现在按一颗球，他只要一颗球出来，炸到那个蟑螂，我觉得还有机会啊。然后把那几只结尾兽炸了。啊，应该是没了，应该是没了。哇，被挤进来了，真是。哦，我的天哪、啊，大哥！改变历史的一幕啊！还好这不是那个啊，出现战，这是出现战，真的是回去想把自己杀了、啊。天哪，打得真好！哎，我要看 replay。那个导播，上一把精彩画面呢？导播，太精彩了！已经有人帮我们剪好了，有人帮我们剪好了。导播，我们需要重放。哎、欸，如果这一把这样子，然后一路被倒打回去，会不会气死？那、啊、没办法，这就是命，你知道吧？这就是命啊！没事啊，相信 Classic 这种等级的选手一定是五张图都有战术的，所以现在输一就是输一把无所谓，我们好好调整心态，下一把再继续打我们本来设定的战术就好了。那、啊、如果真的不幸被淘汰了，那我跟你讲，这就是命啊！谁叫你不 recall 那颗烈光球？谁叫你早先要这个 F2 你的灵镜，然后让你的灵镜剩一滴血，导致你的灵镜不敢救那两颗球，对吧？然后导致你救了，然后还想在人家脸上刷冰，就那灵镜掉了，然后那颗球回不了家。那回不了家的情况下，你一看到他，哎、欸，可以射了，射一发就居然射到自己身上，没办法，这一切都是命。射一发射到自己身上，那你是对的很不准、欸啊。没有办法、啊，这就跟有些人尿尿尿歪一样啊。那确实，他分叉也不是他愿意的，是吧？看他那个叉开在上面，他是叉开尿到自己裤子上。哦，我的天哪、啊！原本应该是3-0就结束了。没想到还要这种事情，多播一把。
天哪，怎么会他们是要这开样修了是呢？吧？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些都是命啊！这就跟当年有一个 support 在分推一样的故事啊，一样的道理啊。这些都是命啊！万一要是当初我没有分推，要是当初我的猎弓球没有炸到自己，对吧？确实。这些都是命啊！你一直去想它，也不会改变什么。啊，他们真的要开修嘞！We're ready to go. Yeah. Three, two, one, go. 73, 居然还有广告时间，好吧？看起来他们是要休息一下。那我们在给他们，他们在给他们看他们的卡片呢、欸，对吧、啊？他们这还猜他们自己几分吧？应该在讲分数最高的走的最快。I think that's accurate. This is like super accurate. I think more my speed and multitasking are by far the best. 是这样子吗？ 70 and 70. Is that accurate? I can't believe you have. I'm fairly slow. I can't believe you have 72 mechanics. One by one. We'll start with Sasha. Yeah. Okay, I have 78 offense, 72 defense, 76 versatility, and 77 in all the rest. Yeah, I think that makes sense because like you're rather aggressive. Mm-hmm. You Not die defensive? Against stupid bad builds. And you have a lot of crazy builds yourself. So yeah. That's versatility and aggressive. Fair play. But you play a lot of late game too. I guess you're not that good at it, are you? No, I am. But I'm not good at getting there. Oh, once okay. I get there, I'm pretty good at it. That's why the defense is 70. Yeah, exactly. And you're fast, right? 77? That's pretty good. Not bad. I got 71 on offense, 78 in defense, 73 in versatility, multitasking 70, mechanics 72, and speed 70. That's interesting. I don't know. It seems accurate. No way, you're faster than me. Well, what do you have on speed? 69. Nice. Wear your passion. Share your passion. Wherever, whenever. Gaming is a lifestyle. Get your merch at shop.eslgaming.com. Intel Extreme Masters Katowice is brought to you by Blizzard Entertainment, Monster Energy, and Intel.
sort of like a message to seeing the ref. So yeah, he asked the ref, he put that with that. Yeah, I couldn't see the message, so you know, sorry.他把输的要去跟阿勇打，阿勇最不会打虫族了，完蛋，怎么办？感觉 Cassie 下去他一面大一点，我不敢看那个画面啊，太恐怖了。我刚画面闪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特别容易闪一下，所以你现在的排名是12 13 14 15 16 17 18 19。 OK， 主播为什么没赌盘是怕输，懒得开啊，确实懒得开，很累了，我们要播、啊、我们要播12个小时已经很累了，不要再增加我们工作量了，叫老板开，老板就在聊天室挂网，是不是？老板啊，老板，但是老板已经睡觉了，更过分，还是他去上班了？真的吗？我觉得有这可能性呢。你要想，他唯一能播全部的那两天，那两天他是5跟6，所以有可能他这礼拜就是休那两天，太稀罕了吧。不是有不用播比赛 MOD 吗？谁？没有啊。这一个在现场哭哭的。他不会开赌盘，以他的智商开赌盘有点难。确实。你不要强人所难。依照这个电脑小天才的程度。你要他开个赌盘，他可能先研究个十分钟，然后最后开错，所以就不要勉强人家了。反正现在聊天室900个人，有大概900个人是这个机器人，然后有40个人正在被窝舒服的在看我们这个比赛。所以他们也不一定需要赌盘帮他们助兴。嗯。哎、欸，这把出先知了，各位。我的靠！我的靠！不敢再做绿光球了，有阴影。他杀自己是不是？嗯，这把不知道打什么。OK， 打王总，打死他！哎、欸，我没事，
哦，这个 VC 是不是有公诉教室的味道？又是你公诉教室，而且这兵营这个太命补应该就是了吧？有一种公诉教室的味道，各位。还有一种，我跟你讲，还有一种味道，但我觉得应该不是。那这里刷教室，刷起来。再把 Eraser 走一公狗了。哎、欸，我来了！哇，底下拉的很快，他弓兵拉的拉，他弓兵拉的很快。哎，射在后虫身上，第一下。三个教室进来。哎哎、欸欸，大哥大哥，哇哇，骨子！哎、欸，其实教室卡教室卡的不错，应该可以再杀一个。哦，不好意思，杀一个。这是。三个教室换六十公兵，但其实他这一切都只是在扰乱虫族的节奏，而且有人是没下张草，然后他有感觉，等一下哇，他打一公狗，那是叉赛，我闻到一种叉赛的味道啊，叉赛了，看他脸，看他脸，哇，这个导播可以哦，啊、一口气深吸一口，我跟你讲，现在虫族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看你在刷教室，我知道你是公主教室了。那我好像做不了啊！他还帮他卡了一个毒包虫草，旁边卡一个建筑学，等下教室可以挤。他现在就是很杰哥不要，也没人救得了他。但我跟你讲，有一个剧本，有一个剧本就是等一下，这教室全部飘到后虫身上，然后输出都在后虫身上，然后就被狗狗咬光。不可能吧？这是一个剧本。引他哎、欸！我跟你讲啊。你不要太小看神族的威力啊！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啊。你说的是威力还是智商？威力啊，当然是你看神族这个教室，看飘上来被狗包完，是不是嘛？我是不是跟你讲，不要太小看神族的威力。你看这四个教室，再来再来，他上面他刚上面是想好的，就是他把那个狗换光，对不对？后面的教室他就很难处理。懂了吗？欸、你懂不懂？不懂，难怪只能对不对？在这边跟我嘻嘻哈哈，嘻嘻哈哈就够了。又来，再来，再来，又来，又来，又来，好像打崩了，好像还没，打崩了吗？好像还没吧？哇，还没吗？我觉得已经偏崩了、欸，他杀的有点多了。又进来，再点。根据我多年玩虫族的经验，这要不是这唯一能救他的就是这个二零年版本的这个毒爆，我觉得还救得了他。2020年版本的毒爆，我是那如果那如果现在这个虫族换一个人，如果他是 Zero 的话嘞，讲道理，经理这么一说，是不是又有游戏玩了？哎、欸，然后又被戳了，好了，看起来应该要没游戏了。不好说，对面这个要是你知道。这个神族 ID 如果换成那个我一个朋友，那然后这个虫族 ID 换成 Zero， 那我觉得那个就是你知道吗？这比赛虫族是优势。不用啊，你对面 ID 换一个 Lambo 就可以了。乱讲，过分，不是吗？什么叫换 Lambo？ 过分。建议你不要讲的这么过分哦。你想想上次那个画面，想想上次那个画面，哪个画面？我不记得了啊！哎、欸，包起来，合体，合体，这个狗要送吗？这是可以这样 A 的吗？虽然它是有一攻、啊、这么凶的吗？你看它 S 一个不朽了，还 S 了一个追猎，应该是 S 了两个追猎，很缺，缺爆了。你看看他这二三个公司要是杀96条狗，我就问你赚不赚？96条狗是多少个卵啊？开玩笑，你要想这96条狗本来是可以变成这个48只工兵的，听起来是不是就听起来是不是就差很多了？那确实，对不对？再包再包。啊，对吧？我以为 Classic 又会把那个 DB 放下去走巨像，
我个蓝趴巨像，他要走闪电了。哎呀，怎么要走最多 L 一？这让我想到我那天真的用巨像闪电打死了5400分的种族吧？是，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很厉害嘛？啊，没有啊，因为他走吃了狗毒堡的话，的确巨像闪电。完了，他是不是两边都没反应？他是不是两边都没反应？下面这边也没反应。难道上一场结束以后中邪了？完了，感觉不太妙了。那上一场那个就是中邪，啊，闪电还没有能量，他没有能量。完了，总觉得突然要被 PK 了。怪的，越来越不舒服嘞。完了，这 Classic 也继承了神族的意志吗？出现战差一把，然后下去又遇到阿勇，然后就出不了线了。这就是神族的意志啊，各位！出现战的时候差一分输掉，然后下去败者组出现战输给了打神之神阿勇。看来每个神族剧本都是一样的嘛。哦，他的兵大哥，关键点就是阿勇，对，关键点就是阿勇，这个阿勇就是专门来打神族的。这个是毒包什么意思、啊、？OK， 你个尊重、欸，大哥，这个闪电，这个闪电什么意思？再电一发，我、哦、这发电还可以，有吗？公民有拉，电掉了，还有闪电，好像没闪电了，而且他们这边没有电池了，最后一把电没了，现在水晶塔身上，哎、欸，国体好像被炸烂了，啊，哎、欸，好像又来发，但没、啊、没有办法了，完蛋了，难道？完了，那个剧本要上演了吗？难道让他追三？这种事情，等一下，这边把可能把吃的吃光，跳上去吃蛇，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六只，他把公民 A 出来了，阴农合一，公民 A 出来了，咋就剩56农了？这些赶快回去采矿哦！下面有个基地。你这些公民就是 SCV 也救不了你了、啊，大哥。哇！那三矿一只公民都没了。啊，这个 Elise 还在发疯哎、欸！啊，经济优势不凭什么不能继续发疯？我觉得你凭什么？冷静一下！冷静啦！老子175人口哎、欸！啊！你真的以为这些闪电是怎样全地图了是吧？被闪电电怕了？不要怕，我跟你讲，越是这种时候，你就要勇敢。非常时期，你没有勇敢啊，你没有勇气，这个日子是过不下去的、啊。说像刚刚那颗烈光球一样勇敢吧，勇敢的射出来。啊！鼓没了，啊，没了，兄弟们，完了。我觉得 Classic 的心现在正在波动，他现在心态已经受到了影响，他已经不是刚刚2-0的那个 Classic 了，他现在是一个，哦，这都能输，这都赢吧的那个 Classic， 完蛋了，现在的 Classic 已经进入了一个感觉要下去的那个心态的那个局面了，的那个感觉了。反倒是以雷泽这边稳了两把，局势已经翻过来了，怪怪的。这就像 Curry 投进了一颗三分球，进了延长赛，然后在延长赛要把你打爆了。那个延长赛，那个拉布朗已经气力放尽了，不好意思，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单纯把我想到的那个球星的拿赛举例而已，我没有别的意思。他已经气力放尽了，怎么办？下面一位，蹲着去想一下。我跟你讲，现在很关键、啊，第五张图是什么图啊？我一看先猜 ，Dragon Scale。哦，不好意思 ，Baby Long 打过了。还是 Dragon Scale， 还是那个 Royal 什么的 Royal 那个皇家之血 Royal Blood。哦，那张好像不小心投进自己的框，怎么可能？
你以为是小学生在打篮球吗？哇，这个连这个 Eraser 在吸气吐气都听得到，太赤裸了，受不了！太赤裸了，太赤裸了。完蛋，这 Classic 刚刚是不是那个艾尔的那个连接连到错误的那个神族身上了，所以他突然被打了两把，是不是有内鬼在扰乱 Classic 的精神力？是不是 Nice？ 是这样吗？还是那个神族在找？在找那个连接连的时候，不小心连到另外一个更比较也很像的神族的下巴去了，哪有可能哦？找错人了，原本要连接助我一，我那个朋友，我那个朋友当年也是烈光球炸到自己的东西过，那个剪辑不在，在不在？这样第五把不开。完了，我看到下一把 Q 打 Spirit， 我现在就好累哦。也是我们出门去吃宵夜，刚好那把打完，然后再回来。可以这样吗？好啊，那你先播，我先去试一下。还这么轮流，就是你播这个人打人啊，我去吃宵夜啊，然后。然后我播再下一把那个纵打那个谁，然后你去吃宵夜，然后我们再一起播最后一把。听起来我很亏耶，为什么乱讲？说不定人打得很快啊，是这样吗？说不定他们上来两把也兵营就结束了、啊。你看到那个 ID， 你会觉得他很快吗？对啦，他又不是马路。你要确定耶，就有一个龟公不想出门的。啊、不是马路啊啊！你要记得，你要知道一件事情，马路都怎么打龟公的？上来两兵营直接带走。好、哦，我们这边进到这两个最后一把，这地图来到是这个 Royal Blood， 右上角是红色的虫族 Eraser， 左下角是蓝色的神族 Classic。所以一个人 ban 了 Altitude， 一个人 ban 了 Dragon Scale。嗯，合理吗？应该是神族 ban 那个吧？神族 ban 龙鳞吗？是吗？是还是虫族变的？应该是，那就变成虫族要变 altitude 啊，对吧？那就怪怪的啊。还是他不想被接那种奇怪的一波，所以虫族把那个变掉了。不知道。莫里卡索，哎呀，先问你啊，这几把会被公主教室？他只剩。看起来只剩那个东西能赢了，怎么办？哇，他们把画面切成了一半。啊，切了一半，为什么要切这一半？怪啊！反正一开始也没什么事情做，秀一下他们最新科技。
他们这次没有签那个、欸。你记得上次有那个吗？就是开局的时候他们介绍，哎、欸，还是因为我们是 feed 所以没有。他们在介绍左上角右下角的时候都会有那个、啊、选手，就是那个图案出来。哦，好像有。就嵌入在那个 mod 里面的，好像有。感觉得不需要吧？与其做那个，不如去 take 四群就好了。不如 take 这个键盘滑鼠是吧？确实。哦，VC 来了，熟悉的味道。可是他是三三在踩、欸、啊，那引刀了吧？是不是？引刀三开吗？还是三开引刀？最新最潮最炫三开引刀。哇，哎、欸，他的 VR 好慢哦。讲道理，应该是一个投影刀的开局。哎、欸，哎呦，有变刀，拉！哎呀，哎、欸，死了一个，舒服。哦，投影刀来了，投影刀，投影刀，投几把刀就不知道喽。哎，打这个东西真的会赢吗？你考一下。应该不会，这个东西我输了只能赢一个人，那个人现在住在这里。我遇到所有虫子都跟我说，这个东西不是看到就赢了吗？你就知道他们是怎么评论这个开局的。确实。没事，我相信 Classic。他等一下就是投两把刀，然后两 BS 下去转凤凰。啊，这样也可以转凤凰，怎么厉害？我随便讲讲，你真信啊？我就说这样也可以转凤凰。我跟你讲，还真不真无。但是问题是，爷爷都是后手很多的开局，理论上应该不会，有点脑应该不会这么大。哦、欸，等一下，是不是在防？他是不是在防教室？他没有 boss 塔，他没有，没有欸、他没有，他没 boss 塔。欸哦一根都没有，完了，他准备要叫爷爷了。刚刚五只教室飘出来，他全部都在防教室。爷爷，完了，要叫爷爷了，引刀来了。爷爷，你怎么在这？爸，你来了吗？看到了，雾雾的。现在开始插。完了。哦，哎、欸，可以哦，可以哦。哦，围住了。哦，开砍。教室有进去吗？没有。哎、欸，二矿是不是有进去东西？哦，有引刀，哇！结果他没在砍龙，哇！阿哲这引刀要送掉，嗯，耶，那是两把刀的葛了，对啊，两把刀葛了，应该是两把刀葛了吧？哎、欸，但大家不要担心，上帝视角看领先，还、欸、没有吧？嗯，对啊，他掉一把而已啦，我就记得他上关开始掉一把，因为他一把走掉了，有一只走掉了，嗯，然后直接转。圣地光球，哎、欸，三矿大哥，我没事，好多狗，这些狗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哦，眼力真好啊！不对，这应该是基本眼力。他那个雾雾的东西那么大一片，看不到肯定有问题。嗯、什么东西？看你刀不是很基本吗？看不到，看到你基本啊！你要是不看，你要是那个东西看不到，你就会被 Nice 给砍烂了。Nice 最喜欢干什么？你们知道吗？冷静空格。哇！这点出在有我掉，怎么厉害啊 ？Nice 最喜欢在外面刷三把刀，然后他临近走一边，然后另外三把刀走另外一边。确实。那个老板问一下，他有声闪追或是冲狂？一定。肯定没有吧？肯定没有吧。那他等一下，他这个一波要打什么？老板问一下。嗯，还是算好的。他等一下，他短时间内不需要闪追，所以先不升。还是先把资源投资做别的事情。还是他要巨象配没有科技的 BG 兵推出去 A 一波，不要骗我，我可能 A 死人。这鬼东西 A 死人吗？想骗自己，
我知道他等一下要从足那个三基地那边走过去吧。这个立场看起来就是美如画，你知道吗？那个立场要怎么、欸？他已经在刷哨兵嘞，他刷了一堆耶，他是不是真的？哎、欸，完蛋了，他没有升那个、啊，他没有那个啊，巨像射程，他什么都没有、啊，射出两个蟑螂，再走，他没有闪追啊，各位观众，什么都没有哎、欸。他是刷闪，他闪锤呀！他什么时候发现他闪锤？还是刷锤力？哦，删了，删了，删了！哦、我看他表情有没有什么变化？好像没有哎、欸，没什么变化，好像没有哎、欸。那我跟你讲，他这场就是要打二攻 timing， 所以闪锤一起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啊。对，他这个本来就没有要出门啊，等二攻，等二攻，现在按个二攻，怎么闪锤升那么快，对不对？加速放个几发，马上就好了。你看推过去的时候，虫族刚好在这个三本科技的抉择的 timing 点，完美。你看下这个 VR， 还是不是？哎，我觉得刚刚怎么感觉闪最好捅过去？他原本想推的，哪里怪怪的？哎，炸一下！哎呦，这个白球，哎，死掉了，什么意思？这白球死掉了。这块就死掉了。你看，神族已经没有在按工兵啦。该捅出去了。哎哎哎，他又干嘛？他临近怎么那么爱迷路啊？还有 F 2啊，然后全部走到这个位置了。哦，你一直在出刺手哎、欸。他没有对立兽情况下在出刺手、欸，他是不是在给机会？他出这个刺手是不是在给机会？他说：“哎哎，大哥大哥。”大哥，完了，反应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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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克，啊，哇，很勇敢。他临，他都很勇敢、欸。他临近，他临近命真的，他临近需要买保险，你知道吗？需要买最高的那个那种保险。他都是最后一滴血嘞，怎么可以这么勇敢？要出门，要出门了，各位。但是虫族飞马已经出来了，而且应该正在吸能量了。那 Crazy 现在两 VR 在出球，他、啊、等一下就是什么？我球就多到你拉不完。来了来了，我感觉这虫族这边软趴趴，我不觉得虫族这波能赢啊，虫族这波怎么赢？啊，这边软趴趴，这有飞蟒赢不了吧？他就算有飞蟒，感觉也打不过吧？你拉过去，然后毒爆全部撞在巨像上面，怎感觉啊？怎么感觉巨了？啊，去换架，去换架，他、啊、绕干绕干绕干了，绕跑绕跑了。啊，不然神族加就给你啊，无所谓啊。反正就是要一波顶死你的。对啊，他就是要打一波的啊，他加给你无所谓啊。啊加，而且你现在把他四万公兵滚了，他刚好还有，你知道？还有更多的人口刷兵。乔治，我们过来把你那个炸了。大哥，他球绝对有内鬼啊！哦，我的天哪、啊！哎、欸，他不炸，这我赢了吧？他不炸，这怎么输？他没炸那一下，这怎么输？告诉我啦！哎呦，我的天哪！你看，我怀疑他炸了那一下，虫族现在打不过。我怀疑，我的天哪！我怀疑这个人炸出 PTSD 了，你知道吗？还是他人优势太大，不炸一下不会打了。啊，还是要再做效果， oh、娱乐效果做好做满。神族战斗能聚聚，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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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当年那个 life 那个毒爆自爆一样啊，这六球炸自己，这很夸张。还好他只有一颗烈光球是脱节的。天哪！哎呦，怎么可以打成这样？Thank you very much, boys. The Lewandowski of StarCraft 2. 这个人今天上来是做效果，专打做效果的。我跟你讲，他要是上个版本烈光球，搞不好就不见了。
刚刚可能又少了三，可能会多少三四个追猎。Classic was able to round things out big. And Artosis here. Artosis, you did choose Classic.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one? Exactly as I expected. Okay. you know, when I saw he was going to win game 3, I'm really glad that he blew up his own Adepts. And he could just go on to a 5-game series. Much more exciting that way. Great showmanship there from Classic. I think this ball 总结少一点吧。Really good, and I don't think his results that we've seen lately. 就直接放那两个 highlight 就好了吧。Today, he's speaking to his skill level. 完了，阿勇要怎么打赢 Eraser？ 救命啊！Protoss in, looking good, looking pretty clean. 救命啊，各位，阿勇要怎么赢？8-8两框一波。看起来应该不行啊，没有救了。这届图没有办法打两方一波。这届图最多给你那张，Baby Long 跟那个什么，那个 Dragon Skill 可以打两方一波，但理论上重组会编一张。哦，一定是编这两张其中一张。You know, this game was just relentless. He'd already done good damage earlier. 天哪！现场连韩国翻译都没了吗？有了，有一个韩国翻译有飞过去。大家不要慌，正赛就看到他了。I mean, even in the games that Classic is losing out on, Adept are his absolute bread and butter here. Artosis, they were putting in work. 赶快，我要看那个惊天一炸。我跟你讲，他惊天一炸炸了二十人口。我已经在看了。他惊天一炸炸了二十人口。And the pressure that they're putting on is fantastic. You know, they're trying to force roaches. 184变到163。And it's working out for a lot of them so far. 大自己都可以赢，这种族肯定有问题吧？对啊，他就在家里赢运就好了，拿一波一过去。这把怎么没有给前面那个画面啊？丑的肯定不给啊！这么精彩的画面，这把竟然没有给。This game, you could tell a laser was stressed out, but he managed to barely get over there. The Colossus is like fighting against Zerglings multiple times. This is a really fun one. I think a laser doesn't mind the scrappy scenarios either. Artosis getting into these moments, he thinks, yeah, okay. 他们让观众以为重组赢吧。So I think he has way more practice than most players in these situations. 神族六十几农，重组三十农 ，A 过去，神族都能输。78 defense strat just wasn't quite up there. I did like that. The Banelings going in and out. He even ran Banelings in on the south and caught. 我觉得他是猎空球被害了，是不是？他是那个 Overwatch 里面不是有个英雄可以去害别人的角色？Was quite patient with the hydralisks. You know, really looking for the correct engagements and once he starts getting damage, it does spiral out of control. I would like to see some overlord drops. I think some baneling drops, and even some empty overlords flying around. Just adds a little bit more maneuverability to really scare classes. 这个系列战真的是看得我就是非常的这个，有啊，稍微提神了一点点了，看得很开心，看得很开心，稍微有提神的感觉了。哦，这边应该有。开炸！开炸！我们数一下他的猎空球到底有没有炸到虫族部队身上。全部炸在自己人身上。看这个拉过去嘛，对不对？哎呀，他也拉他自己二十人口。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好，这都没炸到虫族啊。前面这边。到这边，后面应该有，就是已经赢了之后，但到这边都没有炸到啊，啊，那是 A 过去就好了。那猎光者其实也根本不用造，多个巨像，搞不好还比较强。还是就像有人又讲的，做猎光球只是让你拉过去而已，让你拉猎光球，我的巨像站着就好了。Guys, future is the past. Guys, don't take hints from Rotterdam.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All right, anyway, gentlemen, we are ready to hear from our player advancing through into the group stage, first out of all our players. It's Classic over with Loco. Hello, everyone. Welcome back. My name is Loco. I'm joined here by Maddox as well as Classic. Classic, congratulations. How are you feeling? 일단 김도호 선수 승리 축하드리고요. 지금 소감이 좀 어떠신가요? 아, 나 这边就给你们听他们采访了，我们等下一把开始再回来。最近呢，军队를갔다와서오프라인경기를많이했는데항상떨어졌어요이번에처음올라가는건데그래가지고너무긴장도많이됐는데이렇게 결과적으로올라가게되어서지금너무기쁩니다
So he says, after I got back from the military, I went to several offline events, but this is actually the first time to advance, so I feel really good. Yeah, awesome. So this series looked originally like it was going to be a 3-0, and then obviously we had the moment where he ended up losing the prism and he accidentally blew up his own adept. Yeah, how does he feel about that? Because we saw him on camera really quickly and he didn't seem all too pleased, but I'm curious to hear his thoughts. 일단 3-0으로 좀 무난하게 이길 것 같은 그런 상황이었는데 좀 김도 선수가 이제 분간기도 잃고 이제 사도가 역대박이 나는 그런 실수가 나오면서 거기서 이제 김도 선수가 되게 아쉬워하는 장면도 되게 그 화면에 잡혔었거든요. 그래서 그때 좀 심정이 어떠셨는지 좀 궁금합니다. 우선 그런 실수들을 연습 때는 안 하는 실수인데 이번에 제 2-0까지는 게임이 굉장히 잘 돼가지고 저도 3-0으로 이길 줄 알았거든요. 근데 이제 제가 또 한 판만 이기면 진출이다 보니까 좀 긴장돼가지고 또 너무 긴장한 나머지 좀 말도 안 되는 실수로 해서 3세트 지고 조금 멘탈이 흔들렸던 것 같아요. 좀. 네. So he says, usually I don't do this. I don't actually do this kind of mistake ever, but. Somehow I was winning 2-0 and the games went well, so I was one game away from advancing, so that time the nerve kicked in. So after that loss, I was really frustrated and it affected later games, obviously. Yeah, so I'm curious to hear how he played the next couple of games as well, because they seemed indeed a lot closer. That last one, Eliezer still had a lot of money in the bank as well, and it once again almost looked like he was maybe even going to get reverse sweeped. So how did he keep his head cool? 이제 그 다음 경기들에서도 이제 일레이저 선수가 선전을 해주면서 진짜 역수입까지 가는 거 아니냐 이런 얘기가 나올 정도로 되게 좀 수세에 좀 몰리는 좀 경우도 있었는데 그때 좀 멘탈을 좀 어떻게 잡으셨나요? 그래도 제가 프로게이머 경력이 좀 오래 돼가지고 역수입을 당할 뻔했지만 이제 5세트 시작 전에 좀 시간을 가지면서 좀 멘탈을 다스리고 있었고 빌드 고민을 굉장히 많이 했어요. 굉장히 많이 해가지고 다크를 꺼내 들었는데 좀 그래도 피해를 좀 주면서 상황이 괜찮았던 것 같아서 멘탈을 잘 다스리면서 준비를 잘 했던 것 같아요. So he says obviously I'm more experienced player, so I think my experience kind of helped. So after the game 4, I just keep it cool and just thought what should I do, like what build should I choose. So I just go to DTs and I think DTs went pretty well a bit. So I think it helped me a bit and I think I could focus on the moment and could get the win. Okay, so I've got one more final question. This means you're moving on to the round of 24 that we're going to be playing later this week. Anyone in particular he's concerned with, or does he feel like he has a shot at winning it all? 이제 24강으로 이제 진출하시게 돼서 이제 조별 리그에서 이제 플레이를 하시게 될 텐데 뭐 조별 리그에서 이제 좀 자신 있는 선수나 아니면 좀 피하고 싶은 선수가 있다면 좀 누가 있을까요? 일단 제 처음 목표가 24강이었는데 오늘 이렇게 24강에 뚫게 올라가게 되어가지고 지금 좀 자신감이 넘치는 상태고 그래도 이제 조별리그는 게임하는 게 많잖아요. 그래서 저도 이번에 연습을 굉장히 열심히 했기 때문에 자신 있고 네, 누굴 만나도 상관없을 것 같습니다. So he says, my original goal was to be on the group stage. So since I'm at the group stage, my confidence is at the top. So I've been practicing a lot. So, I don't mind whoever comes. Okay. All right, fair enough. Again, congratulations, Classic. We've got a lot more StarCraft 2 coming your way, so don't go anywhere. We'll be right back.